是赵鹏飞，今天来面试工作，不过面试官有点奇怪，约我在天台见面。按照地图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嗯。这公司怎么这么奇怪，连个人都没有。哟呵，厉害了我的哥！不管了，先上天台再说。什么鬼？电梯是坏的。欢迎来到行算教育，出来公司难免遇到困难。抬起胳膊可以借助 APP 学习技能渡过难关。屌炸天哪！你是什么人？想上天台，没那么容易。要充钱，坑我的吧？看情况是走不了了，先相信你一次，让他有教训。是没有一个人，听背景音乐比较危险，我得小心一点。逼我花钱是不是？不想坑我。这个看起来不错啊。
一点胜算都没有。这是你的复制品，它的战斗力、脑力都是你的两倍。两倍吗？那要怎么才能赢？对了。天。